可以看到呢，这陈时中部长吃早餐这一整桌的好料都是台南的传统小吃，陈时中部长是边吃边点头，看来是对这早餐很尬意哦。今天呢，他是穿上这亮橘色的衬衫，看起来更有精神了。不过就跟他昨天穿的这蓝色是一样的设计哦，上面都是这个黑面皮鹿，非常可爱。而且今天早上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陈时中部长在吃这个肉燥饭，吃的是非常快，看起来是非常满意的。其实这就是台南在地的早餐啦，要这个吃的很够很足呢，才有这个溃烂。而且呢，还有这一个，其实这整桌好料还包括有这个牛肉汤，也就是台南人早餐哦。因为呢，这早餐就要吃这个现煮的温体牛的涮牛肉。包括这一个安平楼，这一次呢可以看到，虽然这个部长是没有到这一个安平来走走，不过呢，其实哦，这个安平的美味也送到了部长的这一个桌上了。可以看到呢，今天早上他是非常开心的用餐，而且呢，其实今天早上包括这一个餐厅的这个员工哦，看到这阿公部长也非常开心，都希望呢这能够得到阿公部长的签名。我还好，这个早餐时间他可以非常尽情的享用，而且看到一整桌的好料都是台南的在地美食。这两天吃下来呢，阿公部长可能会胖个几公斤。不过呢，这两天其实他对这个早餐听完这个美食之后呢，接着就会来到台南动物园，跟这超萌的动物呢来互动，就叫萌翻部长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吃早餐就是为了让他把这个溃烂穿便便，整座早餐是超澎湃的。